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occer Go。 上次做了一期马塞洛的那个视频呢，感觉好像反响还不错。今天的话，我们再继续聊一聊一双 Ace， 这是试售的版本，这是试售的版本，不要搞错了哦。这个是特别的版本。看到这个标志的话，大家应该猜出来了，这个就是厄齐尔的落场。后跟这边呢，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 logo。这双鞋呢是厄齐尔在2017年间呢使用的版本。我手里这双呢，只有右脚它的一些标记还在，另外一只脚呢已经掉了。产地呢也是德国，但从资料上来看的话呢，内侧的这个 Mia， 这个呢并不是他的爱人，也不是他的子女，而是他的一个非常萌的一个小侄女的名字。厄齐尔呢在进球之后呢，曾经比出了一个 M 的手势来献给他的这个小侄女 Mia。 另外一只球鞋呢，后跟这边大家看到这个已经掉了，然后内侧的话没有看到有 Mia。 在研究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说厄齐尔他的定制战靴，他的内侧这个 Mia 的字样有的时候在左边，有的时候在右边，有的时候两侧都有，所以这个呢也不是特别清楚厄齐尔他本人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鞋标呢，上次在马塞洛的那一期呢已经讲过了，大差不差，但是呢有一点是有区别的。厄齐尔的呢，它的左右脚是不一样的，它的左脚呢尺码是8码，而右脚呢尺码呢是 8.5 码。这个呢跟很多人也一样，两个脚呢大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整个鞋子它的外形啊，它的整个外形上面的设计和市售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都是 FG 的版本，甚至鞋钉也没有特别的设计。但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在这个鞋头，厄齐尔的这个版本鞋头呢是明显下压的，而市售版的 Ace 呢稍微要饱满一些。在它的用料上面呢， Control Skin NSG 的一个涂层，包括鞋领的这个 Tech Fit 的织物，还有触球面的这个 Primeknit 的织物使用，全部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连外侧的这个三道杠呢都是采用的市售的一个设计，而且这双落场的版本看到后面这边已经开胶了，这个已经不是很可靠了，已经有缝隙了。厄齐尔这双鞋子它的鞋面的厚度呢，整个是要比我们市售的版本要厚一些的。大家看一下这个鞋领口，因为右脚都是 8.5 码，而我穿阿迪达斯的 Ace 的话也是 8.5 码，但是在穿上脚之后呢，厄齐尔的这个版本的鞋领口明显要比市售的要紧，静态看的话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厄齐尔的这个版本呢稍微鞋领口要比市售要小一点点，而且要穿上脚以后呢是更加的贴合。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区别呢，就是在这个后跟，厄齐尔的这个版本啊，它后跟这边像是凹进去，但是市售呢就是鼓出来的，这个呢也是个区别。它的两只脚呢都是这样，市售的版本它里面的这个材质非常的薄。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的话说是这个 Primeknit 的 2.0 版本，非常的薄。但是厄齐尔的这个版本它里面的这个弹性的东西一看就不一样，而且非常的厚。穿进去以后就感觉这个东西像是裹在脚背上，而且是有一点压的。这种织物呢其实外形上看起来也应该是一种 Primeknit 这种材质。它的侧面缝合口呢跟这个市售版本呢是非常像的，都是压在这个底部，但是市售的这个缝合口呢它比较高，而我们厄齐尔的这个呢它这边的缝合口呢看到非常低，它是在下面，它是在下面这个位置，而市售呢是要在这个位置。而且厄齐尔呢它的这个落场的球鞋啊，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水味，这个的话如果你手上正好有一双的话，你可以闻一闻。跟马塞洛的那一双呢一样，它的所有的内衬呢，它
它采用的这个材料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底子呢，结构也都是一样的。但比较有意思的在这里，这个鞋垫的厚度，上面呢这张是厄齐尔的，下面这张呢是市售的，明显厄齐尔的这个版本要比市售的要薄一点，而且呢它的大小上也有区别。大家看一下，市售的版本呢要正好要再多出个几毫米的样子。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反面，反面呢在这个市售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横杠的这种像胶条一样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在我们的厄齐尔这个版本里面呢，这个胶条是非常粗的，非常的明显，这个的话也应该是增加一个摩擦力的作用。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细节的，就是在它的鞋底。刚才对比鞋头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应该是已经注意到了，厄齐尔的它在这个位置啊，它是向下压的，就是整个向下压的，但是呢我们的市售呢是一个向上翘的这样一个状态，它的两只鞋呢都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了，它这边是向下压的，而不是这样翘上来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记得分享出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